咁主動拍掌，咁其他人一齊附和佢好唔好啊？多謝曬。不如我哋打個招呼啊！而家應該係十二點之前啊，我哋可以講早晨噶噃。OK， 嗱，我咧可以用好多種方法講早晨嘅，不過以下落嚟我係好想用最開心嘅方法去講早晨。OK， 早晨。早晨啊！早晨！早晨啊！早晨啊！哇，太好啦！呢位系咪老师啊？系咪啊？你嘅笑容带出嚟，加埋早晨啊，讲得非常好。我想你再重复一次，好唔好啊？早晨啊！早晨啊！哇，俾啲掌声佢啊！呢位老师啊，真系太开心啦！原来一句早晨咧，就已经带入咗。我哋點樣去留意講故事嘅方法？不如而家我用三種嘅方法去講早晨嚟演繹。假如你嘅故事裏面就係有呢一句説話要講嘅，咁你話俾我聽，我三種唔同嘅演繹究竟有乜嘢唔同 ？OK， 預備，第一，早晨啊！如果咁講嘅時候，呢個人。佢嘅狀態點啊？係啦，叫咗啦，未瞓醒。冇錯啦，未瞓醒啊！大家有冇試過未瞓醒啊？有啦，係咪？甚至翻到去學校，以前我做校長，每一日咧朝頭早翻到去，我企喺禮堂門口同啲同學講早晨咧，有陣時真係遇到有啲同學就早晨啊，哇！佢未瞓醒喎，於是我要上前握佢隻手，然後咁樣同佢講。早晨啊！哇，跟住佢就醒啦。OK， 第二種早晨，這個是什麼的態度？很尊敬，沒錯啦，很尊敬，但是呢好像是做著一個儀式咁樣，即是話咧，日日都慣了做啦。早晨，但是佢沒落到什麼感情。OK， 好啦。第三就是剛才我用了有感情的，我們不如試一試這三種的表達。今天我跟大家講這個講故事的技巧，不是只是我在這裡講的，我每一次去演講我都喜歡，在座每一個人都參與，那你才會感覺到你吸收了些什麼，因為只是聽是不夠的，是 50%， 一定要參與。好像早前我在中文大學呢跟一班准教師呢去講這個的一樣講故事技巧，每一個人都投入參與，所以現在呢我們就由這個開始了，就是講早晨。我們試下三種不同的方法，就會帶領你去稍後如果你要講故事呢，你以那個角色的身份的性格的狀態去演繹應該用哪一個。 OK， 預備，早晨啊，真的整班都未瞓醒啊！好啦，跟住早晨，早晨，哇，好醒目喎、哦！嗰把聲喺邊度嚟噶？喺喺邊度嚟噶？係咪嗰位紫色衫嘅同學仔啊？係咪啊？等我試下先，我想聽下係咪你把聲音。好，早晨，早晨，啊！我真係估啱咗啊！俾啲掌聲呢位同學仔嚇，你幾多年班啊？四年班，你的聲音非常清澈啊！哇，如果講故仔就算不用麥咧，我相信個評判咧都會聽得好清楚。OK， 好啦，第三種啦，就係、是、大家都要好開心、好投入、好有感情，甚至如果小朋友中意咧，揮埋手都得噶噃，我哋可以活潑啲噶喎。OK， 大人都得噶喎，我都做啦，好吧 ？OK， 一二三，早晨啊！剛才好好了，已經98分了。 OK， 再來，早晨啊，早晨啊，哇，給點掌聲自己吧。其實每一個人講一句說話都可以令到人家開心一點，吸收多一點。我想問一下在座哪位是老師，有沒有老師在這裡？我知道你是，可不可以舉舉手我聽，1、2、3、4、5、6、7、8、9、10，多了，哇，十幾個
老師嘅喎，好。咁邊一位係家長啊？啊，家長，唔多老師多喎，好嘢，多謝老師。好，咁仲有邊個係小朋友啊？哇，我最中意人哋反應良好，哇，多謝曬。每一個人都有表示自己嘅身份，俾啲掌聲，所有有舉手嘅人，唔該。我其實咧，琴日係病咗喺屋企嘅，所以我本來要開校董會嘅會，同埋夜晚有家長請我食飯，我都 cancel 曬。為的是咧，我希望我養好琴日嗰個身體，今日嚟同大家分享我呢幾十年嚟自己認為講故事要留意啲乜嘢，同埋我係講過好多故事，亦都錄過咧唔少嘅錄音帶。即係由呢個香港電台60年代嗰個嘅慶祝，我已經被邀請咧係灌錄咗呢一個嘅，當時係錄音帶。哇！我諗啲同學好似未聽過咩叫錄音帶，係咪啊？嚇！家長聽過未啊？先生聽過未啊？嚇！唔係而家 CD 㗎，係一條帶咧。你如果播得多，嗰個帶會斷㗎。嚇！會點樣樣㗎？係啦，會撈亂咗，會咧食咗帶，係咪啊？嚇！冇錯啦。咁所以咧，我係好希望今日將我幾十年嚟認為啱嘅故事技巧要留意嘅話俾大家聽，但係唔係淨係聽，而且要點啊？我頭先話要參，冇錯啦，所以要開聲講嘅。OK， 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今日咧，首先咧，直入嚇呢一個咧喺電台講故事嘅技巧。今日我講嘅同我上一次香港中文大學所講嘅咧係有一啲唔同嘅。因為在電台人家看不看到你啊？看不到。看不到啊。即是說你的聲線要更加吸引他們呢。現在你看到我的樣子，如果你在舞台表演一個講故事，跟你在電台講一點都不同。當然啦，只是少少不同而已，裡面有很多技巧是一樣的。好，今天我帶來7種的技巧給大家。我又想大家印象深刻一點，我又講一些，你就接住下去了，我一停的時候，好不好？預備了，啊，聲線的控制，是的，發音考試，沒錯了，點名的效果，節奏的練化，口語化的身體，輔助的聲效。咩叫聲效啊？可唔可以演繹啊？聲係咩啊？聲音。係啦，聲音或者播啲音樂。效咧？效果。哎呀，真係叻嘅啫！效果冇錯啦。譬如話，行緊路，嚟緊啦，配啲腳踏聲，係咪啊？如果有狗仔喺度叫。咁配啲咩聲？你扮俾我聽下得唔得？哇，好好聽，好可愛啊！啲狗仔，冇錯啦，我哋就係加入呢啲咯。OK， 好，我哋首先咧去到聲音的控制。其實頭先你開始嘅時候，我已經喺你面前表達咗，我用聲音去演繹兩個咩字啊？係啊，係咪？咁呢個就係聲音。大家應該很感恩，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把聲音，我稱之為一種樂器。這種樂器不用隨身拎著一個大提琴，一支長笛，一個薩克斯風，這個樂器一個小提琴，這個樂器黏著在我們的喉嚨，是非常好的樂器，所以這個是天然樂器。如果大家講故事的時候，尤其是在電台，就是運用這個天然樂器去發聲。還有我們這個樂器呢，是個 range 很大的，可以是可以由很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同一有冇分別啊？有喎。
錯啦，十去到點啊？好高音。嗱，不如而家大家試一試，跟住我就有三段嘅好簡單嘅台詞，俾大家運用嘅聲音控制，好冇？你中意由一開始，因為由十開始啊？一開始，一係沉啲，係咪啊？去到十最高，係咪好啊 ？OK， 預備咯喎 ，Ready，Go， 一，啊，一係最沉係咪？你中意 ？OK。慢慢試，而家有得試啦！而家咧就係，人人都有份一齊講嘅噃。我咧抽咗一段係喺呢個《The Enormous Journey》，即係呢個拔蘿蔔的故事咧。我將佢譯咗做中文版，因為你哋講嗰個係普通話嚟㗎嘛。一陣間咧，我會再有咧五頁嘅簡單嘅普通話咧，再去引申嘅。而家我哋用咗廣東話，等你咧可以更加容易吸收嗰個嘅技巧先。OK， 嗱。看到喎，跟住一睇，呢個係第一嘅聲線嘅控制。你話俾我聽有幾多個角色朋友 ？OK， 好，第一係邊嘢人啊？老婆婆。老婆婆。第二係。第三係。公狗哥哥。哇！真係叻啦，講得好清楚嚇。咁咧，而我為咗令到大家可以表示到嗰個分別嘅技巧咧。我用翻同樣嘅一句台詞，就係，是，你可不可以嚇協助我拔這個超級大蘿蔔？咁而講嘅人咧，就同對唔同嘅人講嘅。OK， 好，第一個係老婆婆點樣聲音啊？係啊，佢咧用嘅度數可能頭先一至十度去到幾多度度啊？三。OK， 好，你就試演繹，我冇一齊試試咯喎嚇。嗱，扮老婆婆咯喎，一、二、三。嗱，雖然咧你哋講緊嘅時候都係用自己嘅演繹方法啦，係最有創意啦。咁但係肯投入、肯參與，這個，呢個咧已經係。一陣間我諗到最尾你咧一定講得很好，第時咧如果參加比賽，你一定掌握到更多呢個嘅技巧。好啦，老婆婆，頭先你哋咧就掌握到一個沉嘅聲音。今日我想提議你哋一個角色，除咗聲音，仲有一啲特質嘅。身邊有冇老人家？有。有。係啦，咁佢嚇你唔係指住阿媽係老人家係咪？媽媽未老，老人家，有冇公公婆婆、爺爺嫲嫲？有。係啦，佢哋喺屋企係咪 ？OK， 老人家喺屋企係咪 ？Yeah，OK。咁咧，老人家你有冇聽過佢有陣時都好多時瞓覺啊、夜晚啊，抑或會有啲咳聲嘅，係咪啊？係啦，冇錯啦。嗱，呢啲我哋攞一個咧係稍為特點，咁啊帶出咗呢一個角色嘅年紀啦，好啦。試下咳俾我睇下，係啦，嗱咁啊似好多噶咯 ，OK， 所以演繹一個故事裡面嘅角色，請留意啦，就要加埋佢嘅特點 ，OK， 好啦，咁如果咁樣樣咧，今日以我咧即係呢個狀嘅聲音咧，咁我首先演繹一下，老婆婆應該係最啱嘅，把聲沉咗好多，我平時冇咁沉嘅 ，OK， 好啦。多謝你啊！阿小妹妹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掹咗呢個超級大蘿蔔出嚟啊？唔該你啦。點啊？好啊！好啊！多謝多謝多謝！啊，你哋今日上完我堂咧，你可以講得比我更好。OK， 好啦。咁我咧就會即係示範一下，然後再發揮你哋自己嘅潛能。記住，
在座每一位，无论你是小朋友抑或是大朋友，你们都是得的。所以我希望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可以尝试发掘自己的潜能。我是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像这边他们发挥他的天然乐器好一点。好，你们不要说，等我考考这边先。天生我才，必有用。啊，都非常之好。跟着今天我们有缘相聚，我送多一句是我创作的，记住了，听完要重复的，人生必有一潜能。到你们了，人生必有一潜能。哇，非常好，又专注又专心又吸收又讲得好，给点掌声自己。在座有很多家长和老师，我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呢，是鼓励你们，在你身边的每一个小孩子他都有潜能的。无论我们发现他有什么弱点，我们千万不要用放大镜去看他的弱点，我们尝试用放大镜去看他的优点。跟着你知不知道小朋友他什么会提升？没错，他的自信心提升，跟着他对的做学问的功夫，跟着都会有兴趣活动。有兴趣去做不用逼，是他自己自愿。跟着他就说，妈妈我去做了，那个效果原来是好过你在这里猛监他。所以我希望呢，今天虽然是讲这个的讲故事技巧，但是其实是很想带很多我哇出年将近四十年我的教学我的文化艺术的生命可想送给大家。OK， 那跟着呢就到你们了，看看记不记得我刚才怎么演绎，你可以怎么演绎。大家扮老婆婆开始咳啦。好啦，同阿小妹妹讲嘢啦。投入非常之好。有没有留意到身边侧边哪一位你很欣赏他的演绎的？如果有，你第一第一只手然后请他出来可以。哇，是啊，哇，你看这位老师听到你扮都好，你是不是他老师来的？不是添，哇，更加准确。快点，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你。是啊，不如你站几个位置，不用你出来吧。 OK，哇，好好啊！我哋再俾啲掌声，佢真系企起身啦。系啦，好，我哋一齐数一二三，然后佢就开始啦。预备，一、二、三。小妹妹，你可唔可以帮我扮出呢个超级大萝卜啊？想麻烦你出来的，但是我看到他有眼神讲的时候，但是你们看不到啊。你想不想看看他的眼神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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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位老师挺欣赏你。好，我陪你，来给只手啊，好不好？几年班啊？三年班。好啦，一阵间先啦，一阵间你呢想先出来啦，已经好好的啦。 OK， 好啦，这个呢老婆婆大家演绎了，是用一个低沉和配合一些老婆婆的特质，即是有些咳声去演绎的。咦，跟着这个是另一个度数来的，小妹妹、哦、你可以扮一个很小的小妹妹的、哦啊、你可以扮一个呢小学初年级的小妹妹又得我啊，是吧、啊、OK， 好了，咁所以我哋用嘅度数咧，就系、是、要用一个高音嘅度数啦。OK， 好，小妹妹咧，佢就叫呜呜狗哥哥喎、哦。咁一齐咧叫下呜呜狗哥哥，用你最认为呢个小妹妹几多岁而啊发出嘅声音咧？预备起。哇！
實呢呢度好多小妹妹係咪呀？係咪呀？係喎、啊、哇有個好小嘅添喎，你都好專心坐得好好喎，咪入頭呀，哇真係好乖喎、啊、我真係想問下你你幾多歲呀、啊、四歲呀、啊、俾啲掌聲佢啦，答得幾清晰呀、啊、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呀？哇仲緊要佢真係明我講乜嘢，所以佢好專心，我睇住佢坐喺度好專心望住我嘅喎。哇叻叻喎，我哋俾啲掌聲你好唔好啊？嗯，你話多謝。多謝。冇錯啦，嗱呢個咧就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我哋教小朋友咧，生活裏面有好多細節，我哋應該教佢有禮貌，同埋尊重別人。呢個比咧你要帶佢去學好多好多其他。一啲嘅活動咧係更加需要，因為我覺得呢個社會而家咧，好多人已經忽略咗禮貌啦、尊重別人啦，同埋為人哋設想。咁今日咧，我真係好希望透過呢啲故事，你可以揾一啲有呢啲嘅價值嘅故事去比賽嘅嚇。咁好似呢位小朋友咁，佢譬如好乖啦。咁頭先我做咗啲乜嘢？讚賞啦！嗱，呢個又係送俾大家好好嘅禮物。小朋友係一張白紙，佢嚟到呢個世界咧，只係四年。而家人嘅壽命去到幾時啊？70-80歲起碼，甚至90，係咪？所以我哋咧，千祈唔好將一朵幼苗咧，係令到佢覺得喘唔過氣。我哋要俾佢一個鼓勵。一個快樂的環境，然後他就很有心機去學所有的東西，有興趣去學，那怎會不厲害呢？今天送了這個錦囊給各位老師和家長，因為我做老師我做家長的時候，我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培養我的學生和我自己的仔仔的、OK? 剛才這個說得很好，我今天這把這麼沉的聲音，我考驗一下自己，可不可以都能夠去到一個小妹妹的個聲音？當然沒有以往那麼高音的，以往高音到可以就是去到哇哥哥哥哥，咦好像都可以喎，今天、yeah. 啊、就是因為我用了一些技巧，如果我用把聲是這樣哇哥哥哥哥，咦好像都可以喎、yeah. 啊、比我想像好喎、啊、那是怎樣呢？掌聲鼓勵、其實剛才呢我就是自己用我的童心呢去想像自己是一個小朋友，那就自然散發到一些聲音和表情出來的、okay? 好了，又到你們再做一次，再提升比剛才了、okay? 靈活一點，還有你可以呢想像緊你見到隻貓貓狗在這裡，你想像跟它說話、okay?预备了噃，一、二、三。哇，都非常之好喎！有冇听到侧边你好欣赏嘅一位演绎咧？咦，嗰度有喎，唔该，俾个麦。上面有三位的朋友，他們互相呢都是提著手顯示隔離呢做得很好的，是啦，請你兩位都說對方好，不如一個說完另一個說啦，這個是最好的方法。好好，誰位先啊？好，汪汪狗哥哥，你可不可以做我買出一個超級大蘿蔔啊？哦，是啊，真的好好，多謝你啊，你能夠咧將個小朋友有時講嘢啜啜啜啜啜嗰啲咧嘅特點走咗出嚟，好到你。彎彎狗哥哥，你可唔可以協助我扮上呢個超級大蘿蔔啊？哇！好嘢啊！俾啲掌聲俾你兩位嚇，多謝曬，非常之好啊！你哋係咪老師嚟㗎？哇！幼稚園老師，哎呦，你啲學生真係幸福咯！我哇，翻去講多啲好聽嘅故事俾佢哋聽啦～
因為講故事仲有一個非常好嘅優點，就係慢慢佢會愛上咗書本，跟住佢就中意閱讀。我可以話俾大家聽，閱讀課外書籍係我哋家長同老師送俾學生最好嘅禮物，送俾子女最好嘅禮物。喺我呢幾十年裏面咧，所有嗰啲咧畢咗業，仍然是很快樂，很享受他那個的知識領域，享受他的工作努力的人，他都是小的時候我看到他很喜歡看書。所以今天我希望呢，這個講故事的技巧呢，也都能夠引發大家是喜歡看書、好了，跟著這個呢沒那麼容易、好像中性一點、是不是是隻狗、好啦，首先狗啊，你哋頭先叫得都幾好聽嘅嚇、有啊咁細只嘅狗，有咁呆呆，有咁大，又企起身好似人咁高。睇下你中意扮邊一種狗。首先發出你嘅聲音就係、你認定你係邊一種狗仔先，或者大狗、狼狗，預備起。係叫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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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仔啊，你出大狗啦！咁都得㗎。哦，嗱，系咪有困难咧？只狗点样去掌握叫人人化、人性化讲嘢咧？咁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我呢度写哥哥嘛，用一个好似啲七八岁嘅男孩子咁啫，吓，点样嘅？小花貓妹妹、你可唔可以幫我拔咗呢個超級大蘿蔔出嚟哦？用一啲咁樣類似一個中庸啲嘅，又唔係去到婆婆，又唔係去到妹妹咁高，中間 ，OK？ 你煲完之後。
得以盡快提升。真係，小朋友從來可能喺屋企或者喺課堂未聽過老師扮狗叫㗎，係咪？係咪啊？係咪啊？小朋友係咪啊？係啊！哇！如果突然間阿媽喺屋企扮狗叫喎，哇！開心到不得了，係咪啊？真係㗎，老師都係喎。哇！好似成日講書，又要趕書，係又要趕課程，又話要補課，又話乜嘢？突然間老師扮貓叫喎，哇！聽到都好開心啦，已經唔使講。係啊，你想扮係咪啊？一齊扮下啦，好少聽嘅啲貓聲。係啊，好嗲嘅可以係咪啊？哇，又可以好惡嘅係咪啊？喵！哇！俾啲掌聲你睇下幾自然自然嘅反應呢啲係咪？有陣時夜晚咧，我真係聽到啲貓叫得好淒厲嘅，你哋有冇聽過？常聽喎，好似咩聲啊？係咯，點嘅聲啊？你講覺得點啊？所以呢，一隻動物都好像人一樣，它有不同的情緒，在不同的環境，它用不同的聲音去表達。 OK， 是的。咦，哇，四歲的小朋友好像扮了一隻小貓叫，我真的忍不住想欣賞一下，你們想不想？這個咪，你看看你扮貓叫呢，喵喵，哇，後悔啊！我昨晚預備了書籤擠在那個床頭，後來出門口趕就沒有帶到。哎呀，沒禮物給你們。哎，用口讚賞 Very good Excellent Outstanding Terrific。 哇，我記得四個形容詞來的。對了，他就立刻說多謝媽媽又提他了，是不是很開心？我們做家長做老師，其實上課或者在家都要有趣一點，令到個氣氛很好，開心不好不開心。我真的很欣賞你，哇，你由始至終坐得這麼好，還要扮成貓叫很可愛給我們聽，非常之好。好了，來了吧，剛才呢就說了忽然間 OK， 跟著呢有哪個字你試試再說，放膽說了現在，然後你就找出個點名效果是哪一個字。 OK， 預備起，整句由忽然間講到第二句。 OK， 預備起，是的。你知不知道每一個人都需要多練習多機會？剛才你們所有人再講第二次的時候是進步過第一次，有沒有留意到？一樣，大家給機會我們身邊的下一代。第一次做得不好不要緊，第二次再給機會。 OK， 剛才好好了，忽然間一隻蚊子飛近。好了，第三句呢，剛才讀的時候我都聽到有朋友呢就是講了好，預備第三句，一二三，是啦，哪個點名字啊？一個爪啦，這個有動感啊！如果你在電台的時候呢，你如果說哦，你說小烏龜用手一爪，我不覺得它爪了，是不是？但如果說小烏龜用手一爪，哇，那個點名就出了來，那個 action 那個動作全部在你的腦海裡面想像到。當然啦，一陣間仲有一個效果，你叫口語化，咁我哋就唔講爪噶咯，可以變咗做咩？係啦，一觸，哇，仲全神。OK， 好，最後一句 ，Ready Go， 把係啦，今次你用咗揾到邊個點名啦？識係咪啊 ？Head 係咪啊？係啦，我聽到好多人話。把蚊子吃在口裡，這樣說
已經帶出了下一個技巧，就是節奏了。 OK， 好，我們全部將四句用你最好的演繹方法，我們朗讀出來。 OK， 朗讀出來，今次是特別朗讀，因為一陣間口語化，我就會提醒大家怎樣口語化去講故事的了。朗讀了先，然後突顯了疊屏效果。 OK， 預備，一二三，飛呀做人都好，我哋上堂好，同仔女講嘢好。如果我哋嗰個節奏係咁嘅，阿仔，你快啲食飯啦！阿女，沖涼啦！做執書包，瞓覺啦！天都黑啦！聽日又要我叫你都叫都叫唔醒啦！哇，咩節奏啊呢個？好沉悶啊，係咪啊？好滑嘅嚇，好咩？瞓著咗啦，瞓著咗啦，冇錯啦，真係多謝你啊，真係好搞笑，即係呢個咧係冇節奏嘅節奏咯，同埋太過滑一嘅節奏咯。但係如果我哋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阿仔啊，做功課快啲做啦！代表咗一啲家長嘅説話，而家係啊，阿女啊，喂，通沖涼啦，喂，快啲沖出嚟啦，乜沖咁耐㗎？媽媽又試過呢個啦，紫色衫我同我先講好開心嘅，因為好多回憶㗎，係咪？呢啲咧，話俾你聽。都是沒有變化，因為它的節奏只是什麼？只是快的。所以剛才我示範了兩個極端，一個是慢，一個是就只有快和慢而已。那我們講故事呢，就要將這個故事的演繹呢，時快時慢，時慢時快，快快慢慢，慢慢快快，快慢慢快，你看看有多少組合。所以你揀故事的時候都要小心的，你不要揀個平鋪直敍的故事就不得表現了，揀個有對話，而個對話就好像老婆婆和小女孩，是不是兩個極端你去演繹的角色？ OK， 如果你揀三個都是女孩子就分不出來，尤其是在電台聽出來。如果你有三個小朋友呢，你要揀一些女仔一些男仔，但是你可能要扮，你要一個一個講曬。所以今天呢，剛才那個老婆婆啊、小妹妹啊、九哥哥啊，全部你就可以學扮聲，是不是？就是學扮聲，用你的天然樂器的聲音去演繹不同的角色。好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讀一讀這兩個字啦，節奏的變化，第一要怎樣？變奏，不要學剛才這個壞示範，就是劃一的劃一的節奏，即是沒有變奏。我現在做什麼？停頓停了在這裡，於是很多對眼睛就在這裡看著我了。究竟發生什麼事呢？為什麼說會停了呢？這個又是一個技巧來的，所以第二個技巧就是停步。當然啦，在電台來說你不要停那麼久，你停得久變成怎樣？咦，沒了聲音 dead air， 那些叫做叫 dead air。 OK， 那那個聽眾以為咦，為什麼我心機壞了，為什麼沒了聲音啊，電流不通斷了，少少的停頓是有效的。還有在這個停頓裡面，如果我們在電台
台講嘅故事，仲有一啲可以代替呢個停頓嘅發聲係咪？播啲過場音樂，即係以前咧，我哋睇粵語殘片咧，好悲哀嘅時候，就會有一首。凄惨嚟啦，个个都好伤心。有边个咧就系代替咗你 dead air 嘅停顿喺呢一个电台？如果你喺舞台演讲得，你讲故仔讲啊吓，停咗，真系好恐怖啊，好大惊啊！咁人哋就知道你嘅停顿跟住接住落去系咩嘢？又或者被人嚇呆了你，嚇乜嘢咁都得噶，係咪？但喺電台你睇唔到你嘛，咁所以咧，你可以用一啲音響效果、音樂咧，去表示你嘅停頓都可以。OK， 好嚟咯噃，我哋再嚟呢個咧 ，I'm sorry， 跟住咧連同呢個口語化嘅處理，加埋呢一個變奏停頓。OK， 好。今次我哋試下咯喎，忽然間可以用乜嘢口語化去演繹啊？突然間，係請你大聲啲講。突然間，係啦，突然間，或者咧？突然，仲有冇？忽然之間，係咪啊？就係咁啦。OK， 好啦。第二，一隻蚊子飛過，啊飛近，我已經演繹咗啦，其實。好，呢位係俾個蚊呢樣，家姐。有隻蚊飛緊埋嚟啊！係 good， 嗱呢個又係一個演繹喎。仲有冇第二啲？隨意，好，好啊！第四次咁叻嘅，哇哇，好投入啊！你講啊！你隻蚊飛飛過嚟。哦，係因為佢隻蚊飛飛過嚟嗱，佢重複咗兩個飛字啊嘛，係咪啊？啊，真係唔該，俾大力啲掌聲小朋友。恭喜你啊，媽媽！恭喜你啊，佢平時有冇咁樣都哇？你好好，你俾好多鼓勵、自信同埋係令到佢開心嚇、啊。所以咧，你睇下佢一路喺度笑，哇！真係好難得嚇。呢、啊、一、這個咧就係幼苗的成長嚇、啊。我預計到你嘅小朋友會好快樂生活，千祈唔好俾社會其他雜音影響你。呢、這、一個做法好啱。OK， 好，好啦。第三句咯喎，點樣演繹啊？口語化咗佢，頭先講過啦，個爪變咗咩？竹啦，咁點講啊？第三句，小蛙一竹，好，再緊張啲，開始，小蛙一竹，一竹，哇，嗰種動感幾強烈啊！個竹嗰個強烈感係咪 ？OK， 最後啦，哇，仲得人驚嚇，咁你把係變咗咩？將蚊子咧，只蚊係啦，就點啊？吃就變咗咩？食咗落肚裡面 ，OK， 係咪啊 ？OK， 好，淨係講呢句啦喎，預備起。食咗呢個肚，你知唔知道咧？有啲人咧可以演繹有啲聲嘅喎，就點啊？係啦，哇，咁又好聽啦，係咪 ？OK。好嚟咯喎！每個人而家放膽去演繹呢由忽然間開始嘅口語化。OK， 預備，一、二、三。用手一捉，將只蚊食咗落肚裡面。你嗰個聲音可以喺個過程裡面食嘅時候出現嚇。OK， 嗱，咁呢個咧就係講故事一定要用嘅口語化。OK， 呢種叫口語化，一齊講講。口語化係啦，就唔係咧
書面語寫出嚟，又唔係朗讀嗰個嘅方式，一定要口語化。但係我頭先咧，你知唔知我咧就是、循序漸進啦，即係由一個朗讀開始，令到你有一種感覺，跟住點樣叫做口語化，加埋頭先有節奏有變奏，亦都有適當嘅停頓。好，跟住第六，身體語言嗱。如果在舞台上面你講故事呢，這三點呢就是更加要重要，但是在電台上都是重要。為什麼呢？沒錯啦，因為你的身體語言呢，如果你裡面的思想講的故事是有幅圖畫一路想像出來，個故事的發展你的身體語言自然有用，你不是一個機器，OK， 不是機器去讀個故事出嚟，不是機器去記翻老師點教你，阿媽點教你，而係你要融化咗落你裏邊。咁所以咧，我覺得個 body language 咧好重要，就係、是、你個面啊，你講故事嘅時候，你都有個樣係融化咗你嘅內容。OK， 你亦都有眼神，其實唔係俾人睇到唔緊要，你自己有 feel， 你自己 feel 到咧。你的故事講出嚟就精彩很多。第三就是肢體，嗱，記住喺電台第時有機會，如果你哋咧係被選中要去錄音咧，就留意，就唔能夠好多喐動，因為一喐咧就影響個麥吸音。OK， 但係你如果有少少啊，咁樣幫自己咧，係精彩很多嘅。嗰個你咧全部嗌曬，啊，你屙唔出嚟。是不是？但是呢，哦，那你少少呢，你少少手你屙得出來，是不是？那個驚訝呢，哦，那就不同了，大家試一下好不好？一，用隻手而已，身不動一陣的，可以提升，但是我，哦，哦，千萬不要我，啊，這樣呢，就那個麥吸不到你了，因為你的口去了，哦，哦，那就這裡呢，是的，走了，OK，用隻手，OK，一，二，三，哇，好靚嘅聲音！再好似頭先咧，佢呢位家長扮貓嗰個惡貓咁樣，嗱，試一次係豪氣啲嘅聲音嘅，好嘛？一二三，係啦，呢位家長咧仲用埋兩隻手啱啦，係咪好自然出咗嚟？嗱，你好自然，最自然嗰個嘅感情嘅表達咧，就係最精彩嘅，而且咧。那個麥克風吸咗你的聲音，那個聽眾聽到如痴如醉，而不是聽人讀緊一本書。OK， 好，好啦，第七咧就係輔助嘅聲效啦。頭先講過咯，有啲配樂啊，不過你哋呢個年代唔使用淒涼嗰、那個咁嘅小提琴嗰個音樂嘅，用啲快樂嘅都得，緊張嘅都得，同埋音響效果啦，譬如落雨。有的，有這些碟賣的，你可以呢是去你自己配都得喎，或者你是啊，風碟啊，大風啊，細風又有些呢，在電台呢，以前我在香港電台都主持過十幾年的節目，可能你未出世啊，你們聽聽唱唱學英文，波風兒姐姐主持啊，咁咧，哇！我哋有陣時咧睇到嗰啲廣播劇嗰啲咧，要落雨咧就揾個筲嗰啲兜啊筲箕咧，有好多豆喺度咧就轉，就出現嗰啲效果，幾有趣又好好玩，係咪？好啦，咁呢個係七，好啦，而家到講故事時間啦，剩翻少少呵。剩下15分鐘的講故事時間，我呢就選了這個，因為我覺得我們香港呢真的很需要教一些小朋友的禮貌，那我選了一個比較淺易的禮貌作客的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怎樣將這個故事處理到你說得很靈活的。 OK， 好，看不看到啊？首先呢，它就是鈴鈴，好啦，依次用普通話嘞喎。鈴鈴點講啊？真係？
佢咧個發音係點讀啊？鈴鈴喎，第二聲喎。咁你如果你話啦，如果你揀呢個古仔，你一開始就鈴鈴鈴鈴鈴鈴話，喂，好唔好聽啊？係咪唔好聽啊？係啦，你應該將佢轉咗做咩？係啦，你口聲鈴鈴。好了，電話響了，唔該，講啊。真是太好了，没错了，你们呢都懂读的了，现在呢我就拿这一页来和大家作一个分析，你找了这个故事了，假如你怎样去处理它，令到整个故事讲出来很灵活很活现的，第一刚才这个铃铃你不可以就这么读了，你就一是扮电话声，一是就去找那些效果聲了，是不是即是電話的效果聲播出來，一開始就播出來了，那跟著呢你可以說了，跟著那句什麼電話鈴響了，是不是即是說哎呀響了了，你要記住人家是不懂你講的故事，是你要吸引他去聽， OK 好了，跟著那句到底是谁呢？如果你说到底是谁啊，等一下我是你啊，那你变成可以不得，要提升人家的兴趣，去跟你一样去好奇好奇好奇，好再来个好奇一点讲这几个字，到底是谁啊，很好啊，就是这样了啊，咁跟住咧，嗰、那個電台身邊嗰個聽眾就跟住你呢句説話，好想知道到底是誰呢？你就吸引咗佢去聽你跟住講啦，唔係即刻刪機啦。好重要喎！今日我教你嘅技巧咧，就係、是、你點樣 keep 住嗰個聽眾一路聽你演繹嗰個故仔。評判又哇著咗迷咁樣樣，繼續聽你個故仔，咁你就演繹出色啦。OK， 好啦，跟住係答案嚟嘅噃，咁你要講個答案出嚟，講得好聽啲咯喎。我聽到你哋有在座朋友咧，加多咗喎。是啦，嗱，佢冇噶嘛，咁你话哇，到底是谁呢？咁于是啲听众俾你摄住咯，跟住你话哦，系咪啊？嗱，呢啲嘅表达咧就系帮助听众去继续追寻了解你要讲嘅故事。原来是仲好神秘咁喎，要神秘少少喎，系咪啊？吓嚟咯，神秘啲讲啦，开始。原来是鈴鈴帶來的一些小話，是的，說得有節奏一點，好不好？剛才平了一點點，OK，哦，原來是西班牙的鈴居小話，即是一種介紹給人知道，這個是我的鄰居，知不知道？感情好，再嚟一次有感情嘅講。哦，嗰度開始啦，預備起。哦，原來是新搬來的鄰居小華。係咪好聽好多？仲有，你知唔知道頭先咧就教你用咗一啲節奏停頓。你呢度咧，譬如有幾多個字啊？11個字啊！你而
如果就咁十一個字嘘聲咁樣平鋪直敍講咧，人哋聽唔入腦噶。頭先其實係分咗一啲段落，就係咩啊？哦，原來是新搬來的，係咪啊？就有個停頓啦。邻居小花儿，系咪啊？哇，咁佢好清楚啦。我仲点明咗咩啊？小花儿先搬来的，嗱，咪出咗呢啲啦。点明节奏停顿融合晒啦。OK， 好，跟住嗰句啦，呢句咧就话俾佢听个来意啦。OK， 嚟咯，试下咯，开始。好想过来，是啦，可以开心啲，因为佢想过嚟玩啊，系咪啊？咁再开心啲讲咯，开始。唉，好得多啦，系咪啊？你嘅节奏快咗啲啦，小朋友中意玩几开心嘅事啊嘛。你如果讲得慢咧，就唉，佢都系麻麻地中意玩嘅啫，系咪？唉，佢话阿妈叫佢过嚟嘅，啊，联络下集大家嘅啫，系咪？咁啊唔同噶啦个效果，好。啊，非常之好，好啦，咁我哋而家由头嚟个串连呢几句，我而家俾十秒你自己噏下先，第一段 ，OK， 自己起个位要噏，预备起，啊，唔使齐嘅，你自己噏，自己演，一阵间我哋一齐讲。到底是谁呢？原来是新搬来的一只小黄，他想过来吃吃碗。好啦，多謝大家咁勤力，呢、這個咧十秒已經過去啦，好快嚇。咁呢個技巧咧，我希望媽媽同埋老師都可以學嘅，就係其實小朋友咧，你一教咗佢嘅嘢，佢唔可以即刻咧係講得好百分百好噶。你最要緊要俾個空間佢自己去練下，佢自己練完之後，佢有信心咧再講咧就係另一個效果嚟嘅。記唔記得？我特別講得好快。OK， 好嚟咯，來啦，一二三。有埋呢個表情嘅表達，非常之好。嗱，好，咁我哋跟住落去咯喎。嗱，呢一個咧，喺呢個寫作裏面嚟講咧，假如我哋睇咧 OK 嘅，即係話咧，阿希希就問咗媽媽之後咧，講咗呢句説話。但係如果喺電台裏面咧，你呢度一講完接呢句，邊個講噶？係思思講噶。嗱，老師，嗱已經有兩個演繹啦，係咪？係咪啊？所以你覺得喺電台嘅演繹應唔應該接落去就呢一句？佢跟唔到啊！嗰、那個聲音佢唔熟悉，佢都唔知邊個係思思。OK， 所以我哋要做功夫啦。當你揀選咗一個故事寫出嚟嘅同睇嘅。同演繹嘅，同你電台講係兩回事，你要做功夫。所以呢個我會咧就係、是、提議大家將呢個搬咗出嚟先，就係思思温順媽媽好，教師答應啦。嗱、这、呢個答應了咧，佢就回應呢句喎，所以我會改啦，我會改做教師的說 ，OK， 冇錯啦，說什麼？於是就講啦。好啦，你哋讲啦。好啊，欢迎你来。系啦，嗱，呢个就系个 flow。讲故事咧有一个连贯性。人哋唔系睇紧本书，系听，佢冇文字，记住。所以咧，大家将一个故事要演绎成一个人哋觉得好听嘅故事，你要做功夫去接受，你去润色，你去修改。嗱，呢个 point 好重要。如果你就咁將個作者嗰個故事就咁讀出嚟咧，就咁口語化，就咁用節奏咧，都唔夠一個經過剪裁嘅故事嘅吸引。OK， 咁呢個明白啦。嗱，好，第二頁啦。
係啦 ，very good， 係啦，叮當叮當，已經咧將嗰個空間連貫咗啦。OK， 好啦，叮當之後點啊？一齊讀一讀第一句咯喎。門鈴響了，小華來了。好，可唔可以再興奮啲第二句 ？OK， 第一句咧係最熟悉嘅，第二句咧你即係表達你好。好歡迎啊，小華來了 ，OK， 好，再嚟個嚇，叮當叮當，門鈴響了，小華來了，唉，好得多了，係咪？所以咧係要將自己嗰個感情融入個故事裡面，好，跟住嚟咯喎，哎 ，sorry， 好，他來了，門鈴響了，小華。永遠都是比較平鋪直敍，可以怎樣再豐富它呢？太近門就把拖鞋隨意切開，是不是？ 我讀的時候就用多些節奏評論感情，你會想像到它的動作就踢開了一些，是不是？這個很重要，跟住，始終依住，依住喺我度，朝上，系咪啊？咁咧就係話，哇！佢竟然咁樣踢到周圍都去，係咪啊？咁呢個咧，你又可以咧演繹佢變為咁啦。喺個文字上面仲有冇啊？你覺得有冇咩順啲嘅演繹？踢開嗰度 OK 啦。中間你可以加句仔嘅，即係踢開啫。如果你跟住話始終咁樣睇就 OK， 但聽落去好似少咗啲嘢，係咪啊？你可以話你知不知道，係咪啊？你知不知道始終一直還落到飛飛的腳上，係咪啊？嗱，所以。演繹潤色，你中間就加少少。你知不知道？即係嗰個聽眾話知道什麼？原來其中一隻就咁講咁喎。嗱 ，OK， 好啦，跟住小華的拖鞋，一東一西，一正一反，躺在地上。那裡是四聲，所以幫了你的一東一西，即是你呢已經想像到一東一西，是不是？ OK， 好了，跟住怎樣？可是好了，看呢並沒有你會好一點，但聽可不可以演繹另一個？是了，即是他不用病仲有冇好啲嘅代替？如果講出嚟，卻，或者你成句改都得嘅，有冇諗到？看都不看，也可以的。對，嗱，冇錯啦，非常好啦。嗱，老師咧佢仲出咗一個創意啦，呢個亦都係我今日咧同大家講嘅時候要留意。就是你需要將那句書面語可以能夠再活現出來，明白嗎？ OK， 那這個呢就是直接往客廳走去，你可以如果自己拿了這個意思怎麼說？請給這位家長說說，是你想說什麼？好，这个是一个演绎，你又有另一个演绎，是吧？他看都不看，直接就跑去客厅了。嗯，很好，两会的都好。仲有冇啊？你试吗？试下吗？嗱，俾啲掌声呢两位吓，家长同老师。
冇錯，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帶俾大家技巧上，再加埋你要潤飾嗰個故事，你要修改嗰個故事，你要將佢咧令到佢好吸引嚇。好啦，這時你點講？係啦，這個時候咁會好聽啲係咪啊？如果你咧就咁講這時，你聽聽嘅時候有啲爭咗啲嘢啊。這個時候，媽媽正在廚房做蛋糕，听见小白来了，但走出来跟他打招呼。好啦，咁跟住扮妈妈声音咯，要扮声咯。好啦，一齐扮妈妈声音啦 ，ready， 准备好。小白，欢迎你来玩。好，欢迎你来玩之外，仲有乜嘢可以演绎啊？对，欢迎你到我家。欢迎你到我家来玩儿也可以，是不是啊？所以呢有很多方法去演绎，力求呢个故事完美啊。好啦，咁我时间关系呢，我就头先俾咗好多大家嗰种讲故事前嘅准备功夫，除咗技巧之外，我仲要教埋大家点样去将一个书面语嘅故事係演绎为一个可以讲嘅故事，呢个好重要，你哋要有呢个功夫。好啦，总结一下，今日太好了，有家長和老師來，我初初以為只是小朋友來的。故事這個我自己的經歷作出來的，是能夠令人什麼呢？一起講講下，學習了解人的世界很複雜的，所以呢你講的故事多，你就會投入那個演繹的角色裡面了解多一點。第二啦，學習了解是啦，透過個故事你會了解多啲。仲有灌輸文化，哇！寫一本書裡面其實個作者咧，佢係消化咗好多文化、藝術、生活融合先寫出嚟。仲有最重要嘅，各位小朋友創造。而家呢個社會，我覺得我好難、好少見到好真嘅。善都有，美都有，希望大家追尋多一些真善美的美感，選擇講多些正能量的故事書。起完結之前，我想 call 這個英國莎士比亞這個劇作家，同埋亦都是一個詩人，他真的是一個很有文藝氣息的作家。聽過沒有莎士比亞？Shakespeare 很多著名的作品，第時如果你大個了要讀這個英國文學，一定是要讀莎士比亞的作品。那這裡怎樣呢？我們一起試試了。生活裡沒有就好像沒有陽光，我想你們再將吳先教你的東西演繹出來，感情、點名、節奏，再來一次。生活裡沒有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你沒有詩學。講得很好，我送給大家這句，就是說我們人生裡面多些去閱讀，多些去尋找書本上給我們的知識，原來就是多了一位好朋友了。今天呢，我希望各位家長呢，能夠老師、同學都能夠讓我們一同努力，跟做個好朋友。多謝曬大家，時間夠啦，希望你們能夠吸收咗呢啲嘅技巧，多多去揀好嘅故事，參加呢個比賽嚇。唔該曬。